最近市民朋友若是来永华市政中心请公办代志，敢有注意到市政府的一楼加了一间咖啡店？这是市府运用公益彩券应有基金补助西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伫市府设置市政中心价日间小助手。市政府在全台南市已经有27家这样子的一个日间作业设施，针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成人。那我们这个设施呢，运用了非常多的，其中有24家都是运用这个公彩的基金的盈余，那来做这一些设施。那这一些设施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白天不要在家里，那家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那他们不需要再加倍照顾，他们来这边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从他们的工作当中除了学习，他们还可以建立他们的成就感，然后呢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之后，甚至学得比较好的还可以到外面去工作。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业设施呢，就是白天我们都叫做小作所，那这个小作所它会有很多的成品，我们也媒合社会局，也媒合企业来帮他们做行销，帮他们做这个教他们怎么做包装，怎么做行销，那让他们的作品成品能够真正的有用到。3、2、1，喜憨儿社区作业设施师傅站喜欢咖啡教室开幕。我们在五都都有设这样的工作站，可是我们台南是 number one。我们台南真的，这一个礼拜四卖以来都是最好的。那我真的非常谢谢今天能够到这边哈。那么将来我们这里会雇用，就是全职雇用的，这个雇用的，就是他就跟一般的员工都一样。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孩子哈，他们常常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南这么支持我们身心障碍的就业。坑里青菜、tomato、起司、甲牛肉、王新杰、千艇堡，主办单位安排市长、立委、甲议员喜欢做料理，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会当来店交关买物件。今天很高兴。我们跟喜憨儿基金会合作的喜欢咖啡在市府的一楼这边来开幕，那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他们提供咖啡饮料还有轻食，那也可以让洽公的民众有个地方可以坐下来喝咖啡，来洽谈一些事情。那我想希望这样的一个喜欢咖啡能够生意兴隆，那让更多的这个喜憨儿能够在这边可以工作可以得到照顾跟肯定。